您知道前两天这买的黄瓜，8块多钱一斤，木头都吃不起。好些这都已经说吃不起了，现在才啊，吃不起，十来块一斤，不是十来块一斤，欠不少，买不着东西。物价也涨，物价高。那菜脚，就那个豆角，那长豆角啊，在我们家就说呢，我们家有人家专门种蔬菜的，过一段时间。在地里面人家去拉还5块5嘞，哦，你说你到市里面你摸个10来块，你吃上了吗？对呀、啊、嗯，另外您还得那个运输，您人家其实现在最贵的就是人工费，人工一个就是那过一道手，就是那他加一道，对、对，你到吃了人身上就价钱就高的，对没错，您说的真是对。手里出售这东西不是多贵，就是中间层层加码了，所以就这样才贵了，它价钱高了。中间环节太多，中间环节太高了。其实这豆角10来块一斤，卖着批发价这5块来一斤，是卖，中间加码了来回。那超市里超市都不在赚钱呢？没错，你看还在赚钱呢。哪些都加？为啥到这现在到网上买便宜啊？像网上买购货都便宜啊，中间那这。上加了钱了都，现在就说这农民慢慢这，就是那开始网购了。啊，农民现在都网购了。那他不网购，就说那他实体店，就说那。那您会上网吗？问题是。有的会，有的不会。啊，那你不会，慢慢的学。那你。逼迫的省点钱也得。发展的，就说那你不学。这倒是。还不行。哦，农民都网上那个买东西了，这那个你不买就说呢，他连实体店呢，他差别大。嗯，农民都说，越是挣钱不容易，尽量就说呢，少开点支呗。啊，减少开支呗。哎，对的。那您这出来多长时间回家探亲一次？就啥时间就说呢，停工了。结束了。啥时间就说呢？啊，一个月干10个月，公司停工了，就说那就回家。啊，停工了就，要不是我说冬天你们可能就得回家。这树叶啥时候落完了，完扫都完了，干净了，拖了这属于房间了。哦，地里面打扫完了，地也上种了。那你们回家就没有钱了吧？回家那谁还给你钱了？没人给。你干一天有那您这个一年干不到12个月呀、啊？干不到干10个月全干了。哦，干10个月。10个月不定干成干，要人变天下雪了。干9个多月。那那都放假了。其实我觉得你们这应该算季节工。所以啥工啊？我们这是绿化队，所以哎，对，绿化队。绿化队。您属于这咱们街道的吗？不是哈。跟着就是那公司它有就是那好几个队，哎，你跟着哪个队干？就是感觉干你们这个特辛苦，这么早就起来。那你辛苦不辛苦？对于农民来说也无所谓，因为啥？就是那农民他习惯了，哎，你不管就是那生产队是，包产到户了啥了，就是那他都。已经养成那个习惯了，都早早来都起来了，睡懒觉那个都没那个习惯。哎，不过我觉得、像您这身体还不错的。身体反正也可以吧。是吧？身体不错，可以在这儿多干几年。哎，对。那他也不要了就不干了。能干就干点。哎、对的，能干就干。就锻炼身体好了，干点活，别搁老家农村还强嘞。这都是转小姐，都是活动活动，干完活来回。啊、